挂到那个外面了，挂到。你们刚好工具啊？机油这是。这是车轮吗？对，这不是。这个小挂一个，挂。然后这是车轮吗？ 这个我给它弄断了，行不行？挂。你怕影响后面的是吧？对，没挂。 这是车头吗？哈，不是，这个没错，这个还是挂一下。 这就老完了，行。